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八号莅临彰化进行考察。县长王惠美极力争取彰化市铁路国际化建设甲增建停车场兴建工程，等等经费补助的比率，希望较紧完成审查，予彰化市增加搁较侪市区空间，交通搁较便捷，未来搁会当衔接台中捷运绿线。和彰化市的交通变甲真无共款。铁路国际化会使讲是咱彰化县民哦，已经等二十多冬啊吼。那铁路国际化伊会牵涉到咱的这个花坛彰化一直到虎尾新港相关的这个路线。那最主要这个铁路国际化准老化都做起来了以后，那咱的这个彰化市都无这个地下道啦，啊甲这个啊真侪这个高高低低的部分吼。啊，咱希望讲啊铁路高架化。即摆县政府的物件送去到咱的这个交通部，希望讲尽速甲咱送到咱的这个国发会吼，尽速甲咱审查，互咱彰化市哦，会使透过铁路国际化，加出来足侪的空间，啊，互咱的乡亲哦，即进进出出更加方便，而且后壁衔接到咱的这个捷运吼，咱的这个绿线捷运，安尼落来对咱未来咱彰化市的这个交通绝对会无同款。那另外，咱看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停车场的一个部分哦。咱伫前瞻计划内底有争取到咱的这个停车场，管户甲公所也达成协议哦。咱目前会针对咱的这个后火车头的部分，以及咱的延平这个部分的两个停车场，咱的管户甲公所共同来这个实现吼，啊，让咱的这个解决咱的这个彰化市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问题吼。县政府也在三月的时候经过重新的这个检视也送出了可行性评估，我们会加速来审查办理，中央地方合作。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彰化的铁路高架化可以呢配合呢整个车站附近的开发。那我也责成铁路局就周边所属的国有土地一起来做规划，不只是一个交通，它本身也是整个都市缝合计划的一部分。那我想先前这个王县长他经过这个评估之后也很支持，所以我们会合作来加速推动。林佳龙部长表示，加速审查办理，中央地方合作也跟铁路局就周边所属的国有土地做会规划，加速推动合作。彰化市公所提出这个所谓绿色轴线观光廊道散布的绿色轴线观光廊道，是在这十年铁路高架之前，事实上目前彰化市所有观光客最多上最一起来参观，那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古迹啊吼，那是一个好的铁道文化吼。彰化县政府对1907年12月行政院审查意见修正铁路国际化报告书，在今年3月15日报请交通部转呈行政院复审。彰化县政府同步配合拟定变更彰化市都市计划草案，五万国际化工程进入实际的开发程序。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